这个林县真是个木头，软硬不吃，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舅妈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刚刚去林县的房间拿水壶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空气净化器。是我送你那个吗？应该是吧，但怎么在林县那儿？我记得我给小满了。啊？你给小满了？我就说这个小满是个恋爱脑嘛，对林县这么好干嘛？对了，浩哥，我自己用不上，所以给小满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怎么可能会介意呢？不过静雯，我觉得你还是得注意一点。注意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你去地里帮林县干活了。哦，我知道你是心好，但毕竟他是小满的未婚夫，我怕别人看到了不好。我就是去看看那个林县靠不靠谱，然后再探探他的虚实。确实，我也觉得这个林县不太对劲，我就怕咱们小满吃亏。敲门啊！你怎么不关门呀？对不起，你洗吧，不打扰你。是喜欢上他了。